李思华和海俊杰这日来到电台宣传他们合唱的新歌和新剧《法证先锋四》。对于要和海俊杰在剧里面谈情，思华就说很难投入到啊。我是啊，我因为你看他这个面红了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成日都拍谈情的戏的人啦。咁以前他拍开的戏，我帮你讲埋，我系你嘅经理人啦。系我经理人。佢拍开的戏咧，通常都系啲杀手啊，或者赌场大亨啊，系啊，赌神啊。所以佢拍法证嘅时候，佢望住我啲眼神都系嗰啲好硬朗啊，杀手嗰啲眼神啦。咁我就记得系大家咧，即系导演啊，亦都成日都叫佢咧，你爱思华多啲啦，你爱佢多啲啦，连佢太太都话你爱佢多啲啦。思华第一次开金口同海俊杰推出合唱歌，个 M V 听讲仲拍得好催泪添。M V 我哋会系几感人啦，我哋嗰个故事亦都系好电影版、微电影版咁嘅形式去出嘅，系啊，拍得好靓。跟住海姐话佢睇完个 M V 咧，佢都有啲喊，你喊咗出嚟添啊！我佢当日啊，系啊，你话喊咗出嚟，所以都系咯，你感性啲咯，系啊。